最近吃瓜吃出了自己的知识盲区，我的想象力还是太有限了，也意识到不单单白天要极限挑战，晚上也要勇于挑战极限，还是要多看书啊。人为什么爱八卦呢？比起什么科技发明，明星八卦它就是可以频繁上热搜啊，它就是可以引发长期的讨论，连猪都被玩坏了，就算嘴上说不要，肤浅。瓜摆在那里，真的能不吃吗？总有什么原因吧。人类学家罗宾·邓巴，没错，就是那个邓巴说的提出者。他认为人类说八卦，不像是其他灵长目动物梳毛社交的语言版。作为群居动物，彼此一定会有合作，也会有摩擦，那么就需要一种社交活动来建立长期的信任和结盟。我怎么确定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你会帮我呢？灵长目动物都要花一天当中10%到20%的时间来干一件事，就是给同伴梳毛。手法好不好不重要，值不值得信任很重要。梳毛的时候太舒服了，动物体内会产生内啡肽，还记得吗？它的作用类似吗啡，有轻微麻醉的效果。除了感受梳毛的愉悦，还要确定如果万一睡着了，对方会在危机关头拉醒我。像这种长期的梳毛搭档，就是一种稳定的同盟关系。今天小姐妹被家暴了，10万伏特，哥们被打了，100万伏特之类的。这种关系的力量能可怕到什么程度？黑猩猩和智人是仅有的会对同类进行种族灭绝的物种。梳毛只能一对一，但是语言可以一对多。人类有了语言最重要的用途就是用来聊八卦。今天谁挑战了极限，谁被极限挑战了，谁拱了猪，谁被猪拱了，谁偷了谁的东西，无非就是这些内容，和现代人爱聊的八卦内容没有什么太大区别。因为它背后就一个逻辑，要在聊八卦的途中了解在这个群体当中谁更自私，谁更可信，谁能合作，谁坚决不能合作。所以说聊八卦其实是一种快速获取信息的社交工具，同时也是展现自己的工具。俗话说叫吹牛。在聊八卦这件事情上，男女也有不同的特点。邓巴研究发现，男女谈论的话题差别其实不大，平均花费65%的时间讨论各种社交的经历，也就是八卦的话题。但是男性如果是在有女性在场的情况下，那么他谈论工作、学术、宗教、道德这类话题的时间会提高。女性的话差异不大，而女性通常会用2/3的时间用来八卦别人，1/3的时间用来八卦自己，而男性刚好相反。最近投了几个项目，看了几个房子，这应该是由社会分工不同造成的。女性需要发展社交圈，因为抚育子女经常需要帮助，而男性需要更多的展现自己来吸引异性或者是合作伙伴。不过这种差别应该会越来越模糊。不过一个人靠聊八卦能维持的熟人关系是有上限的，会在100到250之间，通常使用的值是150，而这个数字后来也被叫做邓巴数。不管你的社交软件里面加了多少个人，和我们的祖先一样，一个人能产生的稳定关系不会超过150个人。怎样算稳定呢？就是他得知道这150个人每一个人是谁，以及每一个人与其他人的关系。150这个数字有多魔性，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这张表，这里是人类各种群体的人数调查，他们很神奇的都在150人左右。就拿部队当中的连来举例，一个连大概是150个士兵，在这之内的每一个人可以记住彼此的特征，可以彼此熟悉，但是如果超过这个数字，士兵之间就会陌生，建立不了信任关系。如果真的上战场，会没有凝聚力。包括现在的公司，只要人数超过了150人，就要重设管理架构，不然就容易出现混乱。同样是灵长目动物，为什么人类是150人，而黑猩猩的族群是20到50只？根据邓巴的研究，群体的规模与大脑新皮层面积相关联，这个部分负责认知、语言、思考和推算。如果我把人类大脑比作一台计算机，那么人际关系就像是这台计算机要储存人脸、特征、它的关系网、它的个人信息，还有共同回忆等等。而人脑新皮层面积的大小决定最多处理150个人的量，超过这个量就可能宕机。大多数哺乳动物的新皮层占大脑总量的30%到40%，而灵长目是50%到80%。注意，不单单是记录这个人的信息哦，还有他和其他人的关系。就好比我进了一个10人的群，我除了记住他们每一个人是谁，我还要记住他们之间的两两关系，谁和谁是情侣，谁和谁是塑料姐妹花，谁和谁是多人运动小组成员。这样说懂了吧？通常只要是在150人之内，不管是公司还是社群，还是社会网络，还是军事单位，靠普通的人际交往，也就聊八卦，就能够彼此熟悉，互通消息，运作正常。而超过这个数字，就要制定规则、法律啊，还有强制的规范啊，才能维持住一个稳定的、具有凝聚力的群体。
当然还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，就是共同想象一个虚构的故事，比如说宗教信仰、公司愿景或者是政治理念，这些都是，不管是上帝还是金钱还是你老板给你画的饼，只要大家都相信，那所有人都可以为了这个想象而协作起来。而维持熟人关系的就是聊八卦，不管一开始话题有多么的正经，最后还是会偏向八卦，熟人近况啊、电视剧情啊、明星绯闻啊，偶尔搞一些黄色啊。在聊的过程中可以了解对方的价值观、对方的思维方式，偶尔还能聊出一些个人隐私或者是相关经历，还有特殊爱好，也会听到其他人的隐私。哎，原来这个人这么花心。其中也会接触到谎言，会识别谎言或者是相信谎言。为什么谈生意要去高尔夫球场？为什么大多数的公司都会设立茶水间？这些都是提供机会让你去建立关系，大家在聊八卦中互通有无，获取情报。这次可能是我帮你，下次可能是你帮我。为什么很多公司一扩大就会有大公司病？因为他们在重设管理架构的同时也缺少了人性化的联系，而当中的个人也会没有归属感，所以有些公司会把他们重组成一个个紧密的小团体，才能有利于系统运作。总结一下，聊八卦是人类的社交工具，人们会从中获取信息，建立关系。150人以下的群体靠聊八卦就可以运作的比较良好，这个数字是由大脑的新皮层面积决定的，超过这个数字就要靠共同想象，人类才能有大规模的协作。而如果人类不聊八卦，根本无从谈信任和合作，当然也无法挑战极限。最后问你一个问题，人类除了聊八卦和共同想象之外，你认为还有什么能够让人类可以组织大规模的协作？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内容，如果你喜欢内容的话，记得给我投币、点赞和收藏，请你和我一起保持好奇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。